来，来讲来做外套大夫来讲，然后写出呢，他会写一点箴言，这一条一个十则，Proverbs 11:10，箴言这一条一个十则，其实咱们来讲悔改是，顶住话我来讲悔改的行动，对不对？对不对？啊，悔改要有行动的啦。 但是我要讲，人知话，你对话，对心，你生命。虽然只是一种悔改，但是悔改到底，要悔改几多？要悔改偌济？今日我讲讲一件物件，后尾是悔改的心。悔改的心就是在生活顶每时每刻，永永远远是生一世，你就要注意有一个悔改的心，淡薄淡薄会做呀，咱就要悔改了，淡薄淡薄会无好事啊，咱要来注意，然后整来。 久远了悔改了，那他们想呢？那个悔改几有作用了？那悔改是透白的，悔改是接受主的力，悔改是谈到医治，悔改是对付你罪性的，让你罪的根啊、罪性的永远死灭化起来，明白不？那是这人无想悔改，那是卖悔改来讲，看之外，伊的这个生根的罪生根就结出外来。 那结出坏的，无下面就是灾祸咯，都是危险咯，都是病痛、罪恶、咒诅、罪业，把你生命把生出来咯。那我不要看大声，你讲，那个看，今年这一条头在头壳地上站，注意为暗字啊，暗字我是搬到你看，哎，这是好人的结果，跟这是歹人的结果上面，歹人看，今年这一条头在边个，亏诈。 诶，天平啊，天平是千啊，知道吗？天平是千啊，千啊千啊，OK。啊，是妖话诶，这个所见呢，是妖话所证明，OK啊。公平的笑咩？笑啊，公平的笑啊，是妖话所怀疑。然后教父那是来，见笑就对了来，OK。 那是谦卑的人，都智慧了。落来正直纯正的，正直的人都纯正的传下去。不直呢，行直的路，心灵正直呢，不自然对的话，行的路不正直的。OK， 那是亏债的人，高贵的人，高到背来，家己都灭亡。圣经讲。 起行，但是发落向背之，伊的志财啊，伊的这个产业对无路用。OK， 投靠尾的产业会无去，会歹，会失去。OK， 唯有公义人会救家己脱离死亡，完全人会去对错领行的路，恶人就去引着家己的恶人道，正直人会去救着家己。 亏诈人，你活到几多劫，罪恶无疑，恶人就死，伊希望隆重灭绝，罪人盼望也未灭绝。义人盼着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伊，看义人的生活用恶，恶人就代替伊去受着这个患难，无敬无虔虔敬的人。 用嘴败坏主意，二人却因着知识来得救，二人向我转向去咯，恶人灭亡，人亡的万祸，哎，这问哪头几多？耶稣就为你生命作为兄弟，作为姊妹，可能目睭金，目睭开，明白你心意，行正直路上，何瑞也谈到荣耀，让你生命同得救，耶稣就为你生命。 求主赦免恩典，传领感动每一人的生命同改变。感谢听基督，求主将你话少说啦，让耶稣听得圣灵求。大家讲，阿门。我们讲清楚，那今天今晚这边分享一下清楚。这边的讲道是啥物？好人歹人，简单。恶人异人，那好的人好的结果，歹人歹的结果，异人异的结果，恶的人恶的结果。 本身就清楚，那在这边的人看到，就说讲无公平的事，就叫到尾来，何以无公平的代志害到底？
啊，恶人所做的工作，到后尾咧，就要靠伊家己所做的工作来做财富。要即边看到咧，骄傲的人到后尾来倒头顶，他就见笑；愚爱面到后尾来，趁着愚无面，啊，就是写咧意思。那样之外，所以上帝要传咧人做一个好的人，行一个基路。那一个人安怎行一个基路咧？都是常常对付的心嘛，对付一个恶心、不义的心、骄傲的心，迄个无好的心，这个人该一直变低的嘛。咱是一个罪人，我伫这个罪的世界，咱的生命生了罪根，想结出果子来，所以生命学好坎坷，学歹真难，对不对？那遐之外，真正奇妙的代志，当信了主不了，主变改变了呐。主要祝福的人，主要保庇的人，主要让我们的生命看活起来。但是对生命，若是讲要看活起来，你就要做义人的，你就要行义路的，好的代志的，因为好的代志，义路才会行出好的结果的。阿门。你若是做着罪人来讲，罪就做着你生命就活起来，我未如你信主我来好些。你若信主了，你果行无好的路。那下子嘛，佮谈到个无好个结果，主面啊祝福你，你生命常常予你最早要祝福入到你生命内面，你佮谈到虾米物件咧？对不对？所以做一个基督徒，我甲你讲，物件是好势哦，大项物件要改变。但是，下子外，那是讲咱无悔改个心来讲，予这个罪慢慢生起来来讲，下子外。这罪就早就主的祝福，你变哪好势？对不？那所以，哈密书圣经叫咱要有悔改的心。头先，咱来讲悔改的心，大家听得啥？悔改的心，让咱避免定心定。大家讲心定，定嘅刚硬、刚硬。OK， 开始问。你看一下圣经，咱看圣经罗马书第二章三十到七十，罗马书第二章第三十到加第七十。圣经讲，你这个人啊，你论断行这个代志的人，家己却行甲别人相反，你想讲安尼款未走未神的心盘呢？你是不是了事就是？看清伊方的恩典、恩慈、宽容、忍耐，大家唔知影讲伊用恩慈对待，你是要传念悔改，听着不咯？你竟然好你家己定的卖悔改的心，为家己伫咧存啊，伫咧修上帝的启航。教个上帝起航，灵感向汝显明公义的心怀的指教，伊就都照着各人所做的行为报应各人。哇！阮呐专心行善，去追求荣耀尊贵的未歹福气，就有恩赐来报应伊。那即款看到清楚？清楚吗？圣经保罗讲一句真重要的话，唔通啊，唔通个注定个，主的宽容，主的忍耐是等你悔改，主的宽容，主的忍耐是予你机会悔改，唔通予你挂在罪咒诅内面。所以这个温柔，这个温柔宽容，这个忍耐，上帝的恩典呐。是要你悔改，但是你唔通等到上帝恩典了啊，予你家己伫借上帝去往啊，上帝存恩，但是你伫钱，伫伫心内面定，心定，无听上帝，唔肯悔改，那遐个姊妹，早晚一日，心烦了连狗，但系姊妹注意一下，咱人会罪啊。有一个笑声，
你看人当今的恶人啊，当今做歹嘢无修补啊，有冇听未到？圣经有一句话讲：罪恶满盈，有听？迄、那个罪满出来了，他们是叫罪恶满盈，那个是造罪。你提多罪嘞，又一个坑的嘛，是不是？一多加一个坑，怎么就满出来嘛？嗰阵多一阵满，一阵多，一直后水滴落去，滴落去了嘛？罪恶满盈的意思就是讲你罪满出来了。满出来，那又一个时阵呢？那是一个人啊，唔听上帝话，心来愈来愈定，搞到一个空场，地方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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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在搭交伊个寸声，搭交伊个这个空场的点声，一捞出来，点声搞，心盘倒了出来，哇！这个是真正恐怖呢。这个情形对圣经来看是快乐。扫罗王，扫罗王在你身心做王多强逼啊，是不是？偌好啊！但是你这个罪哦，伊卖悔改哦，伊心慢慢地来认定，伊交个鬼来提示，借书提示先知，是不是去找巫婆来问鬼？来请鬼起来，这情形安怎开始的？就是失行物件了，不是啊？伊唔去悔改，伊可以心地来认定。伊信心的点声，上帝听上帝话，上帝叫伊灭掉所应该灭的，伊个却老人无起来修复家己用。当先知来警告伊，卖悔改，找一个理由来讲，落来一项物件伊。别当三位来献祭，不是会讲伊做祭司会讲，因为假教教伊献祭，为着要显明伊的关系，为着要让人看到伊的这个伊的势力，做了咧伊无袂使做会该做个，先知过来伊个无去会该，讲到咧换来，就是这个淡薄的无会该。可以心地来去定，地来去定，地来去定，到到未来，伊未去再回改啦，伊歪回改啦，伊再错伊唔敢回改啦，伊管是定伊的心了啊。那真正人对一个基督徒是件危险的啊。那是心的话题，把你心人感动、感动、感动、感动，但是你唔听，你唔肯回改，伊地来去定伊啊。这个想骂毒呢，就像耶稣所讲呢，政治力落到你顶头来，伊未用招来接伊，伊未过来听到耶稣的话，你来去就一个空壳嘅。你生命面对帮助，你生命面对开发，面对改变，啊，伊，你顶，你不会改，你罪就是你改咯，你若会改，罪就出去咧，罪就死去咯。你若唔肯会改，伊罪就来伊顶，就来伊顶，就来伊顶，了不是啊？到后尾罪达到伊嘅。抗战的东西啊，心话就来了。杨志文，今日哈密树哪人卖好哪人会做会生命发起来，就是会开，就是会开。杨志文。今日，咱若要悔改，甲咪承认，才重要。实际上，代志，万无一定。实际上，代志改变，可能生命伫来伫圣洁正义，也对有利好处。上帝叫咱做诶物件，徛伫伊诶面，莫徛伫小，莫徛伫王，也对有利好处。我一个兄弟，我给他拍油啦，我给他拍油，拍油你嘛知订几头了，订几头加几分出来，是不是？那通常我加几分十块，咪十块空四类，通常十块内啊嘛，对啊。这个兄弟去订拍油了，是啊，几头咪四分啊，四十块空三分啊，十块空四分啊。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一些哦，就指出来。我来讲，天天买糖啊嘛，你知道？我来讲，我讲天天买糖啊嘛。一进来我讲出，我肯定就请人家来买笑咯，你为啥呢？有新主的人来，那新主的人为啥呢？买去吃人，买去吃人。哇，我听了心内感动。
我拍戏哦，我明天要做你某书，我拍戏。这小便宜人啊，过头难摸，其实不要紧的，那个又怕有人没找我们，你甘愿何解？不卖何招？但是这个兄弟要为新主的，怎么会请人来啦？哈，大兵大佬大便宜啦，他们一开店。你心要注意改变，你改变好吗？阿们，世间咧看了几分，伊咪讲要紧，伊卖做得罪主的物件，卖让家己的心入来鱼塘，来下子，那你讲，到底咱要安怎来理解？其实都咧淡薄淡薄的代志啊，咱起用淡薄啦，有做淡薄，啥物我唔叫。含咩去安咧？用行动去安咧？又安度南部人，咱仔咱嚟就安度来啦。我主要问侬话，我会跟咱做，会跟咱心，我会跟咱看人心，知道？这就是为咱。我看到，主要问侬话，我会跟用咱来心去看，这就是为咱。这南部物件要紧哦，要紧啊！你望我哩心伫咧里定，伫咧里定。安尼看就无啦，伊个罪伫咱伫个，伊个心咪伫咱伫定个，你顶个啥话？含想咱咪悔改，常常悔改，有阵悔改是都是卖互咱个心定。第二，咱来看，含想咱咪悔改，悔改心卖互咱个心滑落堕落，大家卖互咱个心滑落堕落啦。哦，真正歹听啦！啊，这个福建话未晓，未晓讲啦，堕落，跋倒啦，还是跋倒啦？跋倒，第二跋倒是深啦，意思啦，是吧？第二跋倒是爬未起啦。啊，你即摆看，我说明在，开始了第二条时间偌济，开始了第二条时间偌济。但是有阵事，我要即比如，就是你将基础的爱心放散了。所以应当啊，回想汝是跋倒先跋倒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物件。若是汝无悔改，我就严格去勉强去定下，决定原来的所在。亚洲，那现在今圣经啊讲一个，今在圣经讲啥？是讲讲一个人，若是讲卖悔改来讲，伊会来伊黑暗，上帝亚洲伊定啊。方面的变化，你行到伊每一来伫后面，这就是叫堕落，也不如叫跋倒。伊是跋倒，伊深。那要只为好意思，咱要有一个悔改心，常常在世事内面悔改，点点悔改，常常注意咱的心嘛，咱做金身位置内，就是万一卖让咱的心跋倒，伊深，伊是跋倒，伊黑暗，伊行伫黑暗的咯。那我讲讲每，唔咱咱回家就做大事的，点只太阳包火个来回家了只哦。安徽点只一万了不只哦，安徽点只无机会了不只哦。通常来个太阳包火，咱未回家了，因为你心定了，我来回家啊。这样大事，这样大事，咱要注意过去嘛，我哋心伫来就多堕落过去。好意思，因为所谓大罪，把你死罪开始的，对不对？都无相信啦！当今啊，这个猴子，咱两人去拍照会使哦，拍照电影做一大单去做咯。袂啦，惊嘛惊死，对不对？咱太阳行去太阳行做咯，袂惊嘛惊死，对不对？但是咱做人去拍照，敢有会来说这人来淘汰起来？说这行业子淘汰，一浪骨一浪骨一浪骨，一来一大，一来一大，结果一来一大单，一来猴电影拍照电影开始啦。就是安尼嘛，就是伊无顾伊个心嘛，可以心伫白多伫话，伫来伫行，伫来伫贪嘛，伫来伫做伫大单嘛，对唔对？你招牌稳定贵，千块慢慢五千块，慢慢五千块，条老个人嘛是安尼款的，哇头高，一点声哇有地头只，过面，我哪会知第二刀、第三刀、过面、第四刀、伫来伫大条，一出过来就老成老味个，你贪个心慢慢起伫来伫大呢。我试试下来点先，我是偶然投地，投地下车。咁投地下车，安怎去投地下车？我讲，
实际上来讲，我也麻痹症卡车变 X 化了，唔知一百几颗就比较多啊，一百几颗了就，我也麻疼了，我唔得安装的疼到伊累啊，未记，像是弄车啊，都唔做啦，弄车疼过一回啊，变成卡车好啊，百几颗，结果我就唔是先十月叫人归故啊，叫人头周去这里啊，公啊，征收嘢拍钉钉啊，对啦。我那真牛，那比人家比个体能咯，体能多啲，即系空打啊，啲楼卡啲把 stop 嘢啊，啲跳嘢啊，你去 stop 都冇意义啊。佢就嗰啲人掟到去跳，你就稳喺度啲拍边边，攞来嘅东西咧，意义咧，你板啊，你招牌啊，规地铺都系擦枪灰。当天空啊，对着拍官司嘅，你知道？知道？当天空啊，这念头来做咩？对损。一巴掌用在手，哇！这个是那个啥子啊？比我更加贵耶！佮我们行业的平时还有那个，我在去讲起来，我去搞那个那个工大那个用尾巴车都买回啊，旧的工大没新的，尾巴车都有一间咧做锁匙店的，我袂记了，我来吃吃，我锁匙旁边就我地推的了，我来做地推做站啊，不是？去南的那个材料的，这个挑的啊。我们湖南卡车，空空空卡在一堆啊，打一出，好地头到卡车，对到厝里在外骂，我讲对，我到底卡车奔谁的？不搞先咯，我无啦，同我去朋友厝了，朋友顾我啊，英雄先咯。还鬼骚，但你未顾个无顾个人头地，那骚无惊咯，一个人头地我头地人，头地就是侵占垃圾的朋友啊。对啦，他前卖他前在头天人卡车，前几人头天就规定卡车，不如在头天的几卡车做咩？参加商人了，头天整套他来做咩？顶你国道还会，国道还会有单跑做咩？你有在那种情况端的，顶你国道还会怎么样？做那台事，好的。那不然是讲无事事头天，我有大大的拍枪。隆重的事情还是一时滴滴来滴滴我啊，滴滴来滴滴堵咯，滴滴来滴滴我啊，你看见没有？滴滴来滴滴堵，你看见没有？所以啦，我拿来心话多来讲，特别讲你细细行代就开始会改了。主要用我讲工作这话，我会改了。那有些话我少看的细细行代志咯，就是讲的你做你心的那滴恶，做你心的那滴我啊，没得了。即係我啱啫，我啱都見啊！我話佢講人之外，你是斯蘭到底嚟嘅喎？是斯蘭到底嚟？啲嘢係我嘅。打波埋聲，打波波啊！我查我嘴喎，打到你眼睛嘛？我講，我查波嚟嘛？木梳，打波木梳做咧，我查波嚟嘛？无法查波，当然是打波。大家叫我发打波啊，对不对？大家是听来丢我的话，那对不对？但问题是啥物呢？问题都看那个笑啊，看那个笑拉伤。问题啥物？从古看那个查电波，看那个打电波。啊，如果你看那个波呢，发看看拉伤的，坐了就将电来电心电刺刺刺刺那个感应。起的那个欲望，知道？起的拉伤的心的东西，那出轨了。其实魔鬼气场不出轨，魔鬼在讲你的问题个咯喂。要那是一个惊熟的一个堕落性格的人，那一淡薄的，哎呦，主要把莲花下边来去，主要把莲花下边来去，一种破业心无法堕落去。这嘴在吃掉的，一股在吃去，一把刀都在管的，叫咪声，一股变成蛋。然后一股在吃掉的，叫咪声，固在无言。安尼款你做的，哎呀，你怎么？你在做啥呀？谈得好气。我一个怪兄弟啊！我一个怪兄弟。你讲读书啊？早年个改变咩？啊，我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再改变咩？那牧师啊，我感謝主啊，我不在，我先做了五年，咱教會會員啊，我不在，我來教會運作上，
我见我超过十块钱的那个到底大空间，你贵些超过五 G 嘞，万二五 G， 九的五 G， 做九做万二做五 G， 七块的不是啊？一个人叫来卡车妹啊，叫几啊？叫几啊？叫个卡车妹，马路一吹你来偷笑，看我，听我这个声音，我搞不清楚啊。我不就話先廿數計賺嘅，然後啲先廿數就話人工不止問過，至抗險問過，爆險問過，大險一年嘅，如果計過仲少，啲聽我講，人類賺嚟嘅啦。有次內年咧，主持人坐我睇住幾多機，我一話咗我手機，我興得清清熱熱咁。我要啊，唔單止冇借，我嗰度村，然後我開始做投資嘅，投資啲投資儲，投資儲，我都識。干部推荐公司，不是，要看到他前面，一直给，所以我在投。如果同我一个啊，高阶的，他跟你话的，讲高干部的就持仓，人家同你持仓同样。我回家的心没有变，回家的心没传扬，行好几路的这样。阿妹，卖看到干部，一万二的，落空落空落空。你把多钱赢？我是开过高保都不过，但你把来上上课，你以后不高保都不给。那么说，我来听来，他们去帮助我，你知道？帮助我咩？我给给，伊不是给给，帮助我一 control 哟，一直在 control 啊，你知道？别丢那改啊嘛，不咋别 control 啊，你知道？把那 control 他那东西一话，你讲一样呗。等著等著，讀書嘅聲音，等著等著，啲嘢 control 嘛。嗱，查嗰啲嘢 message 得嘅，好啊。啲嘢俾佢聽，牧師啊，買嗰啲名，你嚟人教我牧師啊。我的弟兄啊，昨天再一次輸了十千塊，我都對著聽。點樣呢 ？control， 啲嘢心情，啲嚟嘅好多嘢，好多好多唔知啊。我都不知道不知道我都要 control 了没有没有都 control 了你教都教都地马地马教我太高了教不你卡你当官不知道你知道吗我做你 control 五是针对切掉问我的心底来的话弟弟来弟弟我都都落你当过当过就不像开心你要跟着再去我要参加一个企业就是企业的这个convention 就是他们的周年纪念这样的这个研讨会退休会研讨会 convention、okay? 我这边跟你 CEO 这间公司有三有五十间的国外公司他 CEO 是我的朋友我比人家出名，你看一时几多搞嘞？你教会有用，加十五亿是几多搞？你用圣经的文化来帮你教会，你讲明人哋圣经里面嘅假嘢，一公司，一员工，佢一嘢就系卖钱卖钱嘅咯。你哪里识讲？我哋呢间公司，嚟人知嘛？只叫人假员工讲粗话，你只系奇怪。你讲我们家都没好，我们爱人没好。那是我若出轨啊，我若是外口的查某，直接影响人的生命。我每个月是一头家，伊若外口头家，甲伊员工稳管理，有咩管理好？无管理嘛，对不对？但是伊知这个熟人的环境，伊这个生命清气，规个公司就清气。来头家，规个公司头家。所以你要表现你爱的好，你建立你家庭，相关的等于咱做一点啥，伊传达一个小、一个生命，一个员工，伊个员工达到你个爱的好，爱的家庭，那家和万事都兴，阿妹哦，家和好，万事兴，对不对？那万事兴的点啥，是咪直接祝福个公司，等于家庭那无好。伊就做更好事，做更好事，成呢度越做越大，成呢越做越大，即系 CEO 嘛，睇到未？
即思考也是不好事，生命不好事，直接影響你的眼光，達到你的投資人。家若不好，我有心做緊。家若不好，其實頂思索直接影響同事。所以聽你講話，有時候對啊，不太好事啦，因為隊友就會話名，你報銷自己性格，但你思想上要怕這種事情，你知道怕直接影響你的同事。悲觀以成功，我學你，但你知道嗎？我們主婦我叫他上班，我在幾間公司也是在開，苦了主開了更加本更加差，但你知道嗎？世世罪他對你問我的心在哪裡吧，都在哪裡，在哪裡我暗暗上去回家人，回家人的心來第三來看來，等我們回到我們的心的點子，我們就不讓我們的心背叛，台灣背叛，跟親民話叫做背逆，台灣話叫背逆，背叛逆， rebellion， 叛逆，人知嗎？我們講到這裡，正言頭雕未入時高至入冷陣，正言頭雕入時高至入冷陣，正言說如果當因我的職位回轉，我要將我的靈，我請一個，我請鬼子去關的房，要鬼子關的房，我怕老人家來，來，聽一個聖經話，如果當因我的職位回轉，我要將我的靈調換如人，將我的話指示如人，我若呼叫，人唔肯听，我伸手无人插我，反倒对轻看我一切的困苦，唔肯收着我的职位，人坐在难的点声，我笑；人行行临到我的点声，我惊着大大的笑人。但是咪圣经来形容一个卖悔改人。会让他的心在那里背叛，什么意思？这个背叛意思就是说会让他的心慢慢偏斜，来说慢慢偏斜，那听得清吗？这是真危险的，那是你心在那里偏斜，你就无救了，那个罪恶会揪住一头就领到你生命，黑暗灾祸就领到你生命，然后上帝要带领行心话，无搁再行，无搁再思念变我的生命。第二个，唔通我系心偏邪，即偏邪意思啥物件？干来做歪，未做对，所对的物件已经无是甲做了，凡是做歪了，凡是行歪了，无搁再偏对咯，你会危险的自己灵感咯。因此嘛，聖經明明講講，唔通無聽上帝話。當一個人無聽上帝話，點聲？伊生命會慢慢偏邪。當做邪點聲，行到何邪來報應呢？對唔對？就我嚟講㗎嘛。義人義嘅結果，歹人歹嘅結果，好人好嘅結果，惡人惡嘅結果，是咁簡單。那是讲你行恶路来讲，当然我跟你讲，唔单止是为着恶结果，甚至你生命、子儿、子孙咩受着你恶的结果。我系解决同事嘛，咱系解决什么嘛？少年人程度咧，23岁，最近过来找我，但是唔肯回家是伊万年嘅拖来找我。23岁叫在输掉一刀输掉几千，500几千上面赢了500块，输掉500几千 cash， 伊老板老好，他们是那种雷鸟的讲，伊老板是标准的director，标准的director，高档的，伊老板死了老家不要。伊老爸是把你教兴起兴家，但是伊个囝把你教来面败家，
我哋講，依老病嗰啲嬌嚟嚟應嘅，依驚嗰啲嬌嚟敗嘅，二十三歲一次過輸掉五百幾千嘅 cash money， 然後我再欠人牛，唔單止咧，依即係啊準年咧嗰啲過冬嘅咧，我能夠撈住啦，俾人用 cash 嚟過埋住啦，仲要 IB 嘛，要輸啊！伊老爸开胶船来赢下钱，伊会惊输稳定，输人个胶条，我讲不清。到后尾个伊家己死个乌，你就要去命哦，未听哦。输个无镭啦，伊个标哥赚咗三千，伊大概十尺十九，伊竟然就买来用将伊三千，把你稳定输个了，把你人踢踢完啦，难道是咩？伊可是未听。一万年也拖了，可是爱累，所以一顺也马来，哎，你把这个不来了。报应啊，杨志梅，报应啊！做恶的，恶的报应；行善的，善的报应啊！恶人有恶人的结果，义人有义人的结果。这大无败，下惨败啊！我驚，我驚，人之愛，咁樣説上帝為咱悔改，賜咱嚟罪，咁賜咱嚟罪，死咱嚟罪，學罪無條咱嘅神父，上帝可能唔見一步嘅影響咱嘅罪啊，但唔是靠咱悔改，咁樣上帝也會賜啦，也會死啊。每次到回家就死，所以咪前期咯，不靠了主恩典就咪前期咯。前两日奇怪啦，就谂前期要鬼垃圾咩？我古早少年时就靠啊，三月天命死啊，咩啊？就十几岁听人声，前咗左边人嘅电话隔边就线嘅。但是啊，我冇嘅，我背后意思，哎呦，我咁啊，咁我前期上啊。清潔就善可啦，善嘅可比較善可，而未死比較好清。我奇怪，我講明我係咪做善可，未死善可清潔嘛？就是，因為冇善可 chemical 未死嘅，一做一掛，你係用水嚟浸自己咧，有時啊，我我執執埋啲嘢攞嚟，我善可埋啲垃圾嘅，唔差別嘅。對於對於軍事清潔啦嘛，當佢清個善可啦，冇死啊，啲 dead 上嘅可啊，佢係金牙牙牌啊。但你負責我三個月冇卸殼未牙拉啊，當然為咁牙牙拉嘅啦，咁屬於軍事情期啊嘛。而諗埋軍事情期咧，我點知啊？呢度軍事情期啊，冇挨垃圾，即係垃圾就表示咧唔要。所以你先啊上到情期啊，呢度未婚掛罪廿啲位，呢度冇軍事犯罪，咩犯罪？你先到正啲，你先到情期降現。你生命上到你主面頭前望學，因為依時共義升嘅時，你驚啲諗咗咩共義升嘅咧？如果共義升嘅咧冇罪責咧，你生命就學主念咧望學，你至上嘅聖話。阿門。唔單止望學至上嘅聖話，世世代代攞咩望學？阿門。誒，姊妹，主要收聽你話呢個，主要收聽你。你未將我呼嚟講，冇燒佢自己嚟講，我都自己清潔、正啲，做條好嘅男嚟講，嗰度好嘅結果，係講好男好結果，批男批結果，義男義結果，惡男惡結果，阿咩咯？阿特專頭整嚟學，阿咩？阿咩？啲嚟嘅先嘛。Yeah.